本期节目啊，咱们来讲述一桩啊匪夷所思的案件，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东北吉林辽源。从什么时候说起呢？二零一二年，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号，在东北是天寒地冻啊，冬天呢，吉林省辽源市的一位工人啊，进到。 热力井管道里边去维修的时候，一进去就惊呆了。这位工人说：“呀，刚一进去啊，就闻到一股腐臭味这里边呢特别的黑，大伙想啊，在地下嘛，他也没灯啊。臭味很浓，说闻着呀、啊、像死耗子的味道。这个工人呢就打开头灯啊，就原来。” 好多大伙看到的工人脑袋上戴着一个那种探照灯，打开这个灯啊，就往前爬。爬着爬着呢，哎，就看见前边有一个东西，像什么呀？像枯树杈子？不对，再一看，哎呦，看见一只手。这个工人当时心里边还琢磨呢：谁这么缺德呀？啊，把这塑料模特的手。 放这儿来，哼！这儿是热力井管道，这不是垃圾池啊！等凑近了，拿这个探照灯仔细这么一看，不对，不是塑料的，真是一只人手，已经啊变成了干尸了！哎呦，这一下子把这个工人吓坏了，赶紧出来，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吉林省辽源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的民警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民警们下到这个地沟之后啊，也感觉发怵。这地沟啊是又黑又长，空间呢非常的狭小，里边还有这个供暖的管道啊，各种各样的管子，还有好多垃圾，是又黑又暗。 又潮湿，又冷，又臭，还又脏。民警们看到这只手的时候，都感觉不出来这是尸体。为什么呀？说看着呀，就跟树杈子似的，老木头的那种感觉，恨不得都有点像那种根雕似的。民警们呢，很快就发现啊。 这不光是一只手，而是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呢，呈木乃伊状，就已经跟木乃伊差不多了。可是没有头，没有右臂，啊，缺少一些身体部件，前胸部、腹部都已经高度腐烂了，是残缺不全。这时候，民警判断，这是一起。 经过精心策划的好尸案，遇到这样恶性案件，不能错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线索。于是，民警对地下通道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勘察，每一块石头都不放过，甚至每一块石头的缝隙都不放过。可是，勘察的过程进展的非常的困难。 这一段地下通道有一百多米，在这一百多米里边爬着走啊，零下好几十度，又冷，并且没有光源，还滑，都是冰，有的地方呢还塌陷了，很危险。出事的这一段地下通道呢，宽是一米，高是零点九米，也就九十公分啊，也就是一个。 呃，一岁多不到两岁的孩子的一个正常身高，不到一米呢。你想，一个大人进去，你哪怕就是在地上爬着走，你也感觉要顶头啊，并且还布满了供暖的管道，只能是一个人爬行通过。经过现场的勘查，东山分局的民警推断，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而是。 抛尸现场，应该是从最近的井口啊把尸体运进来的，不会是很远的地方弄过来的。而凶手呢，很可能是一名体格健壮的成年人，要不不太可能说把尸体抛到这里。这个通道咱们刚才说了，特别的狭窄，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并行通过，那么很有可能。 是一个人作案，那么他作案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通常杀人就分为这么几种嘛，一个是为财，一个是为情，啊，一个是因为有仇。首先呢，民警呢就排除了为财的可能性，应该不是亲财。如果是亲财杀人。 不会把尸体掩埋的这么隐蔽，现场的勘查没有办法有效的继续的深入开展。于是，东山分局的民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把尸体啊提取出去，挖开地面，继续勘查。因为你不把尸体提取出去啊，这个现场的这种地理环境啊。 你很难看清楚，你很难事无巨细的每一处都查到。另外，如果不把尸体提取出来，就开始挖开地面勘察，很可能会破坏尸体的原貌。辽源市呢，是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的一个城市，纬度高，冬天冷。发现尸体的时候，正好是这一年里边最冷的季节，零下三十多度。 大伙都不愿意出门啊。这时候在这冻土上挖坑，就跟挖钢板似的啊！你咣咣在那一顿敲一顿砸，顶多露个小白印都不带动的。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封存在地下的尸体啊，也可以说是遗骸，终于是重见天日。第一时间送回了东山分局的尸检室。 与此同时，现场的痕检人员还对尸体附近管道上的附着物，还有尸体附近的泥土进行了挖掘和提取。就在尸体附近呢、啊，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胸罩，还有呢一串转运珠。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戴各式各样的珠子啊，什么菩提呀、啊，是吧？ 什么檀木啊，沉香啊，哎，这名死者呢，看来也有这爱好。通过这个红色胸罩，警方判定死者是女性。你总不能是一个大老爷们啊，五大三粗的带一这吧？根据尸体法医进行推断，死亡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三年了。这就给民警们。 又设下了一道难题呀、啊！有些证据啊，事后调查是比较困难的，更别说已经案发好几年了。此时距离二零一三年的元旦只有二十来天的时间了。东山分局的每个侦查员呢、啊，都绷紧了神经。一具风干的尸体在地下封存了三年。 并且更加奇怪的是，尸体的一只手还奋力的指向管道深处。那么管道深处有什么呢？他的这只手为什么会指向那儿呢？目前来说呀，死者的死因不明，身份不明，尸体来源是哪儿？为什么选择这儿作为抛尸地点？这都是。 民警脑海之中最大的疑问，在这个热力管道井头上啊，就上边的地面上有一条小路，虽然不是主干道吧，但是呢，呃，在案发的时候啊，这儿有新建的厂房，会有很多工人来来回回上下班经过，并且附近呢也有居民区，不少的居民。 会来来往往的，路过也好啊，来这儿溜达也好啊，所以说这儿啊总是不断人。那么，这个地方就不是抛尸的最佳地点。他为什么要选择这儿？这个通道，咱们说过了，特别狭窄，并且尸体呢是夹在管道和墙壁中间的，手还向前伸着。为什么是这个姿态？ 证明尸体呢，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找个井口往下一扔，你下去吧，你啊，那样你只会掉到地上，你不会夹到管道和墙壁中间，手也不会是那个姿势。这就证明一定是凶手把尸体拽着拖到了这个位置。如此复杂的环境，啊，如此阴暗潮湿的环境。 凶手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拽着尸体到这儿还都藏好喽，证明罪犯的心理素质极其好。除此之外，身体素质也好。要像现在很多朋友似的跑个三百米、二百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想干这事儿门儿都没有啊。不过，不管你身体素质再怎么好，你不可能拖着尸体走太远吧？ 在街上拖着尸体啊，满大街溜达，穿过大街小巷，穿过山河大海，是吧？那那那不可能啊！见着人还打招呼：“你好，哎，你这干什么？没事刚杀个人，拖个尸体，我把他扔了去。”那这没这可能性，所以案发现场应该就在附近。为了查清死者的身份，东山分局的民警呢，一方面。 开始对案发前三到五年失踪的女性进行筛查，另一方面呢，继续在案发现场周围的地下通道里寻找线索。这地下通道啊是可以走上来的，它有个很大的坡度啊，大斜坡得有四十度五十度的样子。整个斜坡上啊都结了冰了，侦查人员呢、啊、是连滚带爬。 在这整整找了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后，有一个令所有人感到兴奋的好消息，因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遗骸不远的地下通道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件上衣，还有一把菜刀。那么，这和女尸案有关联吗？同时，还有一个包裹。 民警呢，当时就把这些东西送回了东山分局。到了东山分局之后，把这包裹一打开，嘿，一个头颅，还有两个双下肢。经过法医尸检比对，最终证实，这些尸体残肢还有这头颅，全部属于那名女死者。与此同时啊，有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 浮出水面，而通过这条线索，民警能够清楚的得知死者因何而死。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呢？上期节目啊，咱们说到了，警方呢在那个供暖地下通道里边发现了一个大包裹，这里边啊有头颅，有两个双下肢，同时。 还有一条更关键的线索，什么呢？民警啊发现了断裂的蛇骨，通过这个蛇骨，法医就初步判断，这个死者呢是被扼颈窒息死亡的，也就是被掐死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身高呢是在一米六左右。 辽源市这个地方啊，人口不少啊，但是大多数是本地人，外来人口不多，所以呢，要调查失踪人口啊，也没那么复杂。民警通过失踪人口调查之后，有一个人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叫张巧巧。张巧巧呢，是二零零九年九月九号。 晚上失踪，年龄啊、身高啊，都和死者相似。通过清点死者遗物的时候，张巧巧的朋友啊，认出来死者手指上戴的转运珠，说这就是巧巧的。这转运珠呢，有俩一模一样的，姐姐有一个，她有一个。 既然如此，接下来啊，就是提取张巧巧家人的 DNA 来进行比对，通过比对证实死者就是张巧巧。这一下子，死者身份确定了，侦查员呢看到了破案的希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过程却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呢，需要解开一个疑问。 张巧巧当年是如何失踪的？原本呢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号的时候，他呀要跟他的老板啊要出去开会，去趟北京。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就想了，是不是他老板看上他了，最后把他强奸了啊？最后又发生了杀人的事件？你想多了，他老板。 是位女士啊，姓吴，吴女士，开着一家窗帘店。结果第二天呢，他们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车票呢都在张巧巧这儿。第二天，老板就到了火车站了。哎呦，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着张巧巧。打电话不接，接着等吧。 最后等的，眼瞅着他们要坐的那趟火车人都开走了，还是找不着张巧巧。吴老板这个气呀，就来到了张巧巧的家，棒棒棒开门。她的丈夫在家呢，一看见丈夫，巧巧呢，啊，不是说好了今天要去北京吗？车票在她那儿，车都走了，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啊，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她丈夫一听，不对啊，昨天晚上十二点，我下夜班的时候，巧巧已经出门了呀。那么第二天才出差呢？为什么前一天晚上张巧巧就走了呢？侦查员通过走访张巧巧的亲友，发现了这么一个细节。 失踪当天晚上，也就是九月九号晚上，张巧巧呢，还在那上网聊天呢，还跟朋友们说说：“哎呀，我明天要出差。”晚上十点多的时候，说我得早睡，就下了线了，跟大伙儿就拜拜了。十点多还上着网，十二点她丈夫下班就不见了，是如何失踪的呢？ 这时候，侦查员想起来，她的丈夫在报案的时候好像提过，她会不会和哪个男性朋友一起走了？张巧巧这个人呢，性格很开朗啊，很活泼，很多的朋友，经常是约会啊、吃饭、唱歌，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不少。她的丈夫呢，当过兵。 性格很内向，有点少言寡语的。不过别看话少，对张巧巧以及对张巧巧的父母那是真好。包括张巧巧失踪之后，她丈夫还把自己的工资啊都放在岳父母家呢，吃饭也去岳父母家吃饭去。报案的时候啊，是非常的伤心，声泪俱下。不过当年。 警方接到张巧巧失踪报案的时候，还是怀疑到了她的丈夫。哎，张巧巧的失踪是不是和她的丈夫有关呢？所以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她家。一到她家一看呢、啊，物品摆放整齐，没有打斗痕迹，没有血迹，一切都很正常。同时，他们家的孩子呀、啊，一直是放在张巧巧父母家，所以也没人。 在当场，也就没有人能够说清当时发生了什么。后来呢，侦查员又看张巧巧当时的聊天记录，说的很清楚啊。第二天出差，要起个大早，我得睡觉了。这就证明张巧巧确实是要休息的，怎么会外出呢？ 从家里出去，这时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有紧急的事情需要出去办；第二种事情是他非常亲近的人把他叫了出去。张巧巧失踪之后，谁都没想到，竟然在三年以后，尸体出现在了供暖的通道里边，而这个。 藏尸的供暖通道离张巧巧的家也非常的近。侦查员下定决心，一定要让真相水落石出。那么，从哪里着手呢？三年前张巧巧失踪的时候，警方就怀疑她的丈夫孙向辉。三年之后，发现了张巧巧的尸体之后，警方依然怀疑她的丈夫孙向辉。 她的丈夫孙向辉呢，是做井下辅助工作的，就下井工人。下井工人一般是非常熟悉井下的环境，而张巧巧又是藏尸在啊这个地下供暖管道井里边。那么，有没有可能张巧巧的死是丈夫故意设计的呢？ 后来，民警啊通过走访，发现失踪三年以来，丈夫呢还住在他和张巧巧的老房子里，结婚照还挂在床头呢。他一直没有走出妻子突然失踪的阴影。吃饭的时候啊，就上岳父母家吃饭去；晚上呢，回家睡觉。他家呢离岳父母家呀很近，当时买房子就为了离父母近，方便点啊。 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走路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样子。侦查员呢就分析，如果是她的丈夫杀害了她，并且把她藏尸在地下供暖通道里面，她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之前呢我们说过，呃，什么杀妻骗保案，对吧？很多类似的，就是在杀人之前、杀害亲人之前，都会买高额保险。 那张巧巧的丈夫孙向辉是不是也是为了杀妻骗保呢？可是，一调查呀，没有为张巧巧买过高额保险，这个不成立。案发当天呢，邻居们呢也没有听到什么打斗争吵的声音。要是杀人，杀人之前得吵架吧？啊，动手的时候你得有响动吧？没有听到声音。 三年之前，警方在他的家里边也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和血迹，所以暂时就排除掉了孙向辉的嫌疑。朋友们都说说张巧巧这人呢，特别讨人喜欢，会打扮自己，喜欢小娃娃，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像现在很多女孩子不也是喜欢毛绒玩具啊？喜欢买那个什么盲盒啊、手办呐，是吧？大家呢？ 就都跟巧巧啊叫卡通人儿，谁都没想到张巧巧遇害了，更没想到就躺在他们上下班、平时这个出去逛街买菜的这条路上的地面之下。侦查员判定，第一现场一定是在张巧巧家附近。张巧巧家附近呢是两栋居民楼，靠近一条大马路。 附近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老旧的居民楼啊。侦查员立刻对附近的可疑人员进行调查，凡是符合作案时间的、符合作案空间的、哎符合这些作案条件的人，都得进行深入的挖掘。这时候就遭遇到了奇怪的事情。就在张巧巧家所住的居民楼的三楼，有一户人家啊。 门一直是紧锁的，侦查员去敲过好几回，就是不开。后来也想其他办法，假装是这个收水费的，咣咣咣，你好收水费，不开；你好收电费，不开；你好检查燃气，不开，说什么也不开，谁也打不开这个门啊！想不到这一回啊，侦查员们才刚来到人家门前，刚想敲门，滋溜一声。 门开了，这时候出来一个大板凳哎呦，一个人拿着板凳当时就把警察打了一板凳袭警啊，这是啊。后来邻居介绍说，他家呀四五年不开门了，从来不开门。经过调查，住在这三楼的这人呢叫阿强，四十多岁，一直没结婚。 性格非常古怪，古怪到什么程度？跟他一块住的他爸爸都受不了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呢，阿强的姐姐过来送饭啊，说好像是脑子有点问题，四五年不出门，也不让别人进自己家门。那么，这个阿强是什么人？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阿强住在张巧巧家楼下，警方造访又不开门，还出来拿大板凳子抡警察。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阿强啊，一直暗恋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的张巧巧，但是他自卑，不敢表白。这一天呢，正好赶上张巧巧出门，阿强啊，突然有了表白的想法，就跟在后边。 巧巧，嫁给我吧！你有病啊！总之，就最后巧巧没答应，并且还呼救：“救命啊！有病啊！”这一下子刺激了阿强，阿强就把巧巧杀害了。之后呢，装作精神出问题来逃避警方的调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阿强会不会是凶手？民警立刻集中警力。 对阿强展开调查，通过邻居们呢，就联系上了阿强的家属。后来得知啊，阿强这个人呢，自闭啊，脾气呢易怒暴躁，像易怒暴躁又有自闭症的患者，特别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病人呢也极其不配合警方的调查，非常的不顺利。 可这时候，一位经验老道的侦查员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阿强常年不出门，吃完就睡，睡完就吃，身体还有病，看他这个身体条件也不好啊，病病殃殃的，他不可能拖着尸体去地沟里边藏尸、抛尸啊！啊，他钻地沟费劲呢、啊。 因为啊，之前根据民警的判断，凶手除了身形偏瘦之外，得有体力，因为钻那段地沟有多费劲啊，民警是有体会的。后来民警也进入到了阿强的家里，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再加上他的这种身体条件啊，还有走访亲友的这个反馈，基本上就排除了阿强的作案嫌疑。 至此，侦破工作又陷入到了迷茫之中，没有进展。这民警同志心里边啊，他也不是个滋味其实啊，发现了张巧巧的尸体之后，心里最不是滋味的还是他的父母。当年张巧巧失踪之后，他的母亲就患上了心脏病，父亲呢很少出门，在家里边啊就照顾老伴照顾外孙子。 尸体发现之前，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就琢磨着：“哎呦，巧巧是不是跟谁置气了，离家出走了？”哪怕后来有一些风言风语，说：“哎呦，他家巧巧啊，准是跟人私奔了。”这话多难听啊！这要搁别人那儿，人不得急了才怪呢。可是他的父母一听这个。 心里也高兴，说：“那可以呀、啊，啊，人没事就行啊，你爱私奔到哪儿私奔到哪儿吧。”直到后来尸体的发现，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的父母心里一直就在想着一个问题：谁才是凶手？而侦破案件的侦查员同志们心里也在想着这样一个问题：谁才是凶手？那么。 谁是凶手呢？上期节目啊，咱们说到了这个被害人张巧巧的尸体被挖出来之后，他的父母算是希望彻底破灭了。原来还指望着哪怕是离家出走了啊，哪怕跟别人私奔了都行，活着就行了、啊。可现在已经是一具干尸了。侦查员的侦破工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进展。侦查员的心里啊，都急得不行不行的。这一天呢，民警走访之后，正好赶上饭点儿了，就走进了张巧巧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这个餐馆的老板说呀：“我们呢，在这儿开店好几年了，之前呢，和这张巧巧有过一些交情。” 民警这时候发现这饭店老板有点不正常，对案件特别的关心，恨不得饭都不好好做了，专门就开始问侦查员同志们：“哎呦，前边挖出来那尸体怎么回事啊？啊，男的呀，女的呀？”一说是张娇娇，哦，我认识，知道有交情。侦查员这时候就感到一丝怀疑，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在挖掘尸体的时候，是进行封锁的，外人并不知道挖出来的是尸体，也和张巧巧的家人说过，你们呢、啊、别跟别人说，别让真正的凶手知道消息之后打草惊蛇。再来分析这个饭店的老板，他呢有作案时间，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呀、啊，晚上客人们都走了。 关了门了，他就一个人住在这儿。这老板呢，叫李百味啊。别说这名字，就是适合开餐馆的材料。经营餐馆好几年了，很少回家，一直住在这儿。他的妻子呢，是偶尔过来帮帮忙，平时来的不多。侦查员这时候就赶紧又找到了李百味的妻子，调查情况。可是他妻子说的呀。 跟李百味是完全相反。侦查员跟李百味的妻子说：“你丈夫说呀，你们跟张巧巧还挺有交情，什么什么交情啊？没什么交情，没什么关系啊。他呀，偶尔来吃过几回饭，他喜欢吃我家的水煮肉片那么，李百味妻子的说法和李百味就有了明显的不一样。” 再通过走访附近邻居了解到，李百味的餐馆啊生意不错啊一直是人来人往的。三年之前，也就是张巧巧失踪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李百味的餐馆呢莫名其妙的关过几天门，并且李百味的体型啊这个身量。 都跟警方描述的很接近，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李百味经常和妻子分居，结果就喜欢上了楼上的邻居张巧巧。案发当晚呢，呃，比如说是送菜啊，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为名，进入到了张巧巧家，企图施暴，结果遭到反抗，一怒之下把张巧巧杀害，扔进了地下通道。为了掩盖罪行呢？ 还把张巧巧已经打包好的、准备出差的那些行李拿走了，制造一个出门假象。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李百卫才可能知道尸体在哪儿，所以别人不知道刨出来的是尸体，他知道。可是，警方经过后面几天的深入调查，发现李百卫夫妻俩呀都是本地人，结婚二十多年了，关系非常好。 邻里之间啊，亲友之间口碑都不错，不像是凶手。失踪之后呢，的确是停业了几天，但是是因为李百味的母亲重病，回去照顾老人去了。甭管是真是假吧，民警这时候呢依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现在啊，距离尸体被发现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他们怀疑的三个嫌疑人，要么是没证据，要么就是没作案动机，或者没有作案时间，所以呢，基本上也都被排除了。案件又回到原地，从零开始。这时候，民警突然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的现象呢？ 张巧巧的丈夫孙向辉得知他的妻子去世之后，表现非常冷漠。之前节目咱们不是说过吗？张巧巧失踪的时候啊，孙向辉呢去报警的时候，哎，还跟民警同志啊是哭哭啼啼，又哭又喊啊，显得声泪俱下的。可是这回妻子的尸体被挖出来了，反而很冷静。 说家附近发现妻子尸体，你总得去公安局，没事扫听扫听吧。说，哎呀，我我爱人的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啊？这凶手找到没找到啊？可他一点这种迹象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这个太奇怪了。所以，民警又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孙向辉的身上。他们呢，又去到了张巧巧的父母家里。 张巧巧的父母说呀：“说女儿女婿呢，很早就认识了。孙向辉那时候啊，条件不好，所以他们不同意。后来还是巧巧突然告诉父母说，怀孕了。这家伙没买票先上了车了啊，那你也没法中途赶下车了。这又有了新乘客了，这怎么办呢？只好答应下来了。” 孙向辉呢，可能是感觉自己啊配不上张巧巧，所以结婚之后表现的非常好，对张巧巧呢也特别疼爱，对老人呢也特别的好。不过婚后啊，他多了一个毛病，他偷过岳父的钱。他岳父呢有一张存折啊，平时就放家里。这孙向辉那一段时间呢。 迷上赌博了，输钱以后啊，就把存折给偷走了。后来取了钱，又去赌去了，把这钱又都输了。这事儿啊，他的岳父母，包括张巧巧，谁都不知道。直到后来讨债的上门，还钱，还什么钱啊？他他赌博了，他欠了钱了，他不还，你说还什么钱？啊？大伙这才知道，哎呦！ 他怎么还耗上赌博了呀？张巧巧这个伤心呐、啊，岳父岳母这个生气呀、啊。于是从那儿开始，严格控制孙向辉的私房钱，工资卡呢，平时就放在岳父那儿。每天呢，就给他批准个十块、二十块钱的零花钱额度，够买盒烟的就行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每一分的花销都得经过妻子的审批啊，批准之后这才可以。张巧巧失踪那天晚上，因为第二天不是要出门嘛，就准备了三千块钱。失踪之后啊，钱、身份证、银行卡还有两部手机都不见了。后来民警就查这张。 银行卡的相关的交易记录，发现在张巧巧失踪的两个月之后，有人拿着她的银行卡呀取过五百块钱。取钱的不是别人，正是孙向辉。那这孙向辉会因为妻子控制他的这个花销，最后痛下杀手吗？啊？ 后来民警再一调查，不应该，为什么呀？孙向辉和张巧巧的儿子是放在岳父母家抚养的，所以啊，张巧巧失踪之后，孙向辉还会自觉的、主动的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给岳父，自己只留点生活费，没有任何的间断。如果他真是心疼钱的人啊，说媳妇儿都不见了，我还如数上交工资，不可能。 所以，因为钱财杀害妻子的可能性不大，那他为什么被害之后就不那么关心他妻子被害的事儿呢？跟没事人似的呢？这时候呢，民警又走访了张巧巧当时打工的那个窗帘店的老板吴女士。吴女士这回说：“哎呦，我想起来一个奇怪的事儿，当时啊，九月份。” 因为天气还热着呢，我就跟巧巧说：“咱们呀，别背大包了，背小包吧。”结果第二天我不是没等着巧巧吗？我不是去他家看看吗？到他家一看呢，大包没有了，可是小包还在。不过小包里的化妆品也没了，所以失踪的有点不正常。因为我们约定好了，应该是背小包，不背大包了呀。 乔乔也答应了呀。这时候，民警意识到，凶手知道张巧巧要出差，并且也知道张巧巧平时出去喜欢背着大包，所以制造了出门的假象。那么，这就代表凶手一定是熟人。不过，他不知道张巧巧和吴老板的约定，所以呀、啊，制造假象的时候。 从小包里边拿出来化妆品，放到大包里边，然后把大包拿走了。张巧巧那天晚上从十点多下网之后，到十二点她丈夫孙向辉下班回家，中间这一个多小时，到底会是什么人杀害了她？是熟人的话，这个熟人是谁？民警又开始多方调查。 发现张巧巧呢，接触人员呢比较单一，平时出去有交流的，就是玩的特别好的那几个朋友啊。不过这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张巧巧生命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男人，哎，是她的前男友。这前男友啊，跟她丈夫孙向辉还有点关系呢。 是现任丈夫孙向辉在哈尔滨当兵时候的战友，姓刘，也是辽源本地人。退伍之后呢，呃，当出租车司机。尽管说这老刘结婚了，不过平时呢还是偶尔会有联系，甚至老刘啊还去窗帘店找过这个张巧巧，不过张巧巧呢也不愿意搭理他。 那有没有可能啊？是老刘对于张巧巧被战友挖墙脚这事儿一直怀恨在心，刻意报复？呢？据窗帘店老板吴女士说，那个姓刘的呀，来店里找巧巧找过那么一两回，不过看着就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接触，没什么特殊的，并且看出来巧巧啊也不喜欢他，不想搭理他。 而民警再通过调查，老刘那段时间呢，不在辽源，而是在外地打工。老刘的作案嫌疑似乎又被排除了。在二零一三年元旦节到来之前，民警同志们再次来到了张巧巧父母家，话题就集中在了孙向辉身上。 这个孙向辉的岳父巧巧的父亲可以看出来，这老头啊很理智，他心里很矛盾，既希望把这案子破了，找出来真凶，但是呢，又害怕最后真凶是自己女婿，可怎么办？后来老头说了，说我呀怀疑过孙向辉，我试探性的问过他，不过孙向辉说了，说不可能。 他说：“我背不动张巧巧。”民警当时一听，机灵了一下子。他说什么？背不动张巧巧。这时候，民警察觉出来这句话有问题，有大问题。如果说啊，不是他干的，岳父问起来了，一定会说：“我们夫妻俩感情这么好，我怎么会忍心杀了他呢？”是不是？ 爸、啊、想什么呢？我们还有孩子呢。反正不管什么理由，一定不会来一句“我背不动他”。张巧巧也不是大胖子，是吧？怎么就背不动啊？那是不是他当时说的时候一紧张啊，一秃了嘴，逮什么说什么了呢？再者，其实啊，在当时的时候，很多细节上。 你看，我们听友们都知道了啊，我都给大伙讲清楚了。但孙向辉当时很多细节他是不知道的。假如不是他干的，你怎么知道凶手背着尸体出来的呢？他怎么会说出来这些细节呢？于是，民警再次找到孙向辉，把孙向辉带回公安局协助调查。 让民警大跌眼镜的是，不知道这回孙向辉怎么这么痛快，直接就交代了。对，就是我杀的。民警当时问他：“杀的是谁呀、啊？”“我媳妇儿。”“我也用不着隐瞒啥了。”与一般的罪犯不同，一般罪犯上去且得百般耍赖呢，是吧？狡辩：“不是我啊，我冤枉。” 但孙向辉没有，十分的配合，交代了犯罪事实。他说了：“三年来啊，我这心里就没平静过。我知道这一天早晚得来。”民警又问他：“你怎么杀的？”我就下班回去，看他在床上睡觉呢。我进屋一看见，我就骑他身上，掐他脖子，掐死了。杀完之后害怕。 我就想起来了，家门口的下水道，我把井口门打开，就把他弄下去了。嗯、孙向辉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可让民警感到非常蹊跷的是，外人看来这夫妻俩恩爱的不得了啊啊！孙向辉对这个张巧巧可以说是。 事事顺着，啊，照顾的就没那么好的了，工资还如数上交，毫无怨言。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痛下杀手呢？孙向辉说了，当兵前他跟我战友处过对象。原来孙向辉这人呢、啊，特别小气，是极为小气、小气的不可思议的那种小气。 之所以杀害，是怀疑他妻子对自己不忠。记住，是怀疑。有一回呢，这个张巧巧啊，也是跟孙向辉说着玩就说有一男的呀，哎，想跟他认识认识，交交朋友。张巧巧呢，回去就跟孙向辉说了。孙向辉当时嘴上没说啥，可这心里不得劲儿，是越来越不得劲儿。为什么呢？ 张巧巧长得很漂亮，打结婚开始，孙向辉心里就有压力，就担心妻子有一天会和别人跑了抛弃自己。这个张巧巧呢，对丈夫啊还特别的坦诚啊，说今天这个跟朋友们出去吃饭，在座的有一个男的是谁谁谁，哎，就这种事儿都会告诉丈夫。按理说，这放到其他家庭都不算什么事儿，对吧？ 可是，孙向辉小气啊，他当回事儿啊，他就总会把妻子的玩笑话和生活上的一些巧合对应起来。后来甚至怀疑自己的领导和他的媳妇儿有男女关系。哎呦，这种长久的猜忌就让他痛苦不堪。他不是又内向吗？也不说啊，也不言语，得不到发泄。 最终他自己说，是因为内心压抑，所以沉迷赌博。但是我仅代表我个人表示啊，赌博就是赌博，别扯什么心理压力造成的。反正最后就是冲动之下杀害了妻子。其实也不叫冲动之下，他早就有预谋，早就有这想法。 只不过零九年九月九号，孙向辉知道妻子第二天要出差，他认为机会来了，他琢磨着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杀死他，造成他出差没有回来的假象。孙向辉最终交代了所有的犯罪过程，不过只有口供，证据链条不完整，所以后来呢，民警再次搜查。 孙向辉的家，其实他们家呀，三年之前报失踪的时候就搜查过了。那么这回还能有什么收获吗？哎，发现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有一双鞋，鞋上沾着泥。送到鉴定中心一对比，发现鞋上这泥呀、啊，和挖出来尸体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泥块物质是接近的，是同一物质。 因为这种泥只会在这个管道井里面出现，它和地面上的这个泥土物质是不一样的。最终，这成了有力的物证。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六号，辽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孙向辉构成杀人罪，但是归案之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良好，最终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案子是说完了啊，再说两句题外话吧。其实这就是生活之间的琐碎矛盾，不停的累积，不停的累积，最终爆发了，所酿成的悲剧。夫妻之间呢，有什么事儿别憋心里边啊。 你说你真怀疑什么事儿，直接跟妻子说。你说你是不是和男人有什么关系啊？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妻子呢？你就可以给他摆事实、讲道理啊！你胡说八道啊！我让你看看，我昨天都去哪儿了？我让你看看，我昨天都见了谁了？说清楚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媳妇儿，我错了。明天买烟钱我也交给你了啊，这不就完了吗？你看很多人呐，啊，一说起来就是羡慕。 人谁谁两口子啊？你看人夫妻相敬如宾，一辈子没红过脸，没吵过架。那一般呢是骗你的，他吵架红脸的时候你也没看见。他要真不是骗你的，真是一辈子没红过脸，没吵过架，那他们问题就大了，知道吧？人非圣贤，都有脾气，遇到问题了，吵吵闹闹，及时的沟通就解决掉了。当然了，再回到这个男女。 有了婚姻之后的责任问题上，只要你走进婚姻，你就得为家庭负责，为孩子负责，不要沾花惹草啊！这事儿无论男人女人都要坚持的底线。再一个，为人不要那么多疑，不要那么小气。现在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有这样的毛病啊，就自己媳妇儿啊，哪怕跟男的正常说句话，这都不行，就气得咬牙切齿啊。 呃，能够给你脑补出来后面一百万字的情节，遇上这种人啊，离他远点我一直认为啊，一对男女从陌生到相恋，需要的是眼缘你看他不顺眼，这事怎么也不行。从相恋到走进婚姻，需要的是爱啊，你得真正的爱对方，你才能走进婚姻。而走进婚姻之后。 到扶持到老这一辈子的时间，除了爱之外，更重要的是包容。不光是包容缺点，也要能够包容你们之间可能会产生的各种琐碎的矛盾。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一号早上七点五十五分，泸州师范大学附小四年级六班学生袁思涛，在母亲的护送之下。 按时上学。往日啊，母亲呢总得亲眼看见儿子进入校门之后才离开。但这一天呢，他有事儿，于是呢把儿子送到学校外的石梯那儿，就匆匆离开了。袁思涛刚往上爬了两级台阶，一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人就拦住他：“哎，小朋友，你爸爸想见见你，他的车就在下面等你呢。” 九岁的袁思涛一看，哦，开车接他的，是常和父亲在一起的某位叔叔。于是呢，就钻进了这辆小车。上午的八点半，正在上班的泸州市华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柱国的手机就响起来了，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男人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儿子现在在我手里，限你三天时间。” 将三百九十万存进我提供给你的三个卡号上，每个卡存一百三十万。如果收不到钱，我就给他注射海洛因。袁柱国接到电话之后啊，整个人都慌了神了，坐立不安。一个多小时之后，在九点五十分，拿起电话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勒索三百九十万。 这可是泸州建市以来最大的一宗绑架案。上午十点十分，泸州市公安局就成立了以时任局长杨正绿任组长的“幺零幺幺”专案领导小组。泸州市委领导也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将绑匪捉拿归案。专案组紧急部署，主要围绕三条线索：第一个是绑匪。 与原主国通话的手机号码，第二个是向原主国提供的三个银行卡号，第三个是毒品来源。兵分三路，开始展开调查。警方从银行查获三个储蓄卡，分别是在四川宜宾、重庆隆昌开设的。开户人所持证件呢，是纳溪区丰乐镇泥桥村一社村民唐义贵的身份证。 赶紧就找这个唐一贵吧，找到唐一贵的时候，唐一贵也是满脸懵啊，啊，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经过调查，唐一贵的身份证啊是在从纳溪到泸州，途经江阳区林峪镇地段的时候被偷走的。专案人员立即调取绑匪在重庆开户时的银行监控录像。 组织江阳、纳溪、龙马潭三个区的派出所民警和社会各方面人员对开户人进行辨认。十月十三号的时候，江阳区蓝田镇水云间歌厅老板反映说，五天之前呢、啊，一名中年男士驾驶着一辆渝 C 幺零四二零牌照的红色奥拓车到歌厅来玩 和服务小姐饶某和杨某聊天的时候说：“我是重庆人，叫林吉祥，与泸州的妻子啊离婚已经六年了，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原名叫林思涛，现在呢改名叫袁思涛，在泸师附小读书，让他们帮忙把他的儿子从学校接出来见上一面，事成之后给他们两个人酬金五千元，被这两个人呢拒绝了。” 同时，专案组在排查援助国的关系人当中，曾任泸州市人民银行监察室副主任的黄佳宁被纳入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会怀疑黄佳宁呢？经过调查呀，黄佳宁从一九九一年经营金店开始，基本上呢和单位脱离了关系，后来自动离职，与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呢就混在一块儿了。 长期的出入赌场啊、卡拉 OK 厅啊以及发廊等等场所。在之前不久，黄佳宁呢因为赌博输掉了上百万的家财，并且欠下了高利贷巨额赌债，急需要一大笔资金。黄佳宁经常和袁柱国往来，对袁家的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了解很多。案发之前，黄佳宁一直在蓝田一带活动。 与扒窃人员呢也有所往来。刚刚我们所说的那辆红色的奥拓车，是九月二十七号在荣县某招待所被盗的。当天晚上，黄佳宁正好住在这个招待所。案发之后，黄佳宁去向不明。那么，这个林吉祥会不会就是黄佳宁呢？ 根据水云间老板提供的线索，两名刑警来到昆明，找到饶某和杨某，辨认照片之后，得到肯定的结果，对，就是他。原来自称林吉祥的这个中年男人，就是黄佳宁。据隆昌失足妇女周某交代说，十月十四号晚上。 他在隆昌某宾馆与一名叫林吉祥的中年男子交易的时候，趁他洗澡的时候啊，偷走了中年男子的手机。没想到这部手机正是绑匪几次用来勒索袁柱国的手机。既然已经查明了林吉祥就是黄佳宁，绑票案也很可能就是他做出来的。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黄佳宁。十一月十九号的时候，袁柱国的儿子袁思涛已经腐烂的尸体，在隆昌县实验桥镇一处出租房内被发现，九城泸州为之震惊。从作案手机意外丢失开始。 黄佳宁就知道自己早晚会暴露，于是开始了他长达九个月的亡命天涯的生活。在逃亡途中，黄佳宁呢还是不死心，多次打电话催促原主国赶紧付款。十月十五号，专案组向绑匪的龙卡存入了三万块钱作为诱饵，对隆昌、荣昌、内江、资阳等地取款机以及储蓄网点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十月二十二号，专案组决定将案侦工作转向公开，请求公安部在全国范围之内悬赏缉捕黄佳宁。二零零一年一月份，泸州市公安局发出了新世纪第一号通缉令，将黄佳宁作为严打第一号逃犯挂牌督捕，并且在互联网上和全国性的报刊上发布通缉令。 还动员泸州分布在全国的所有商业网点和办事机构协助追查黄佳宁的下落。在长达九个月的“缉凶行动”之中，泸州警方一共出动警力三千余人，耗资三十余万元，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对全国各地打来的每个举报电话，专案组都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宗旨，闻警而动。 南下两广、昆明，北上山东、北京，虽然一次次的无功而返，但是参战干警们毫无怨言。在湖南株洲，黄佳宁呢有一次到一个银行取款，这时候被发现了，但是警方赶过去的时候，黄佳宁已经侥幸逃脱了。在第二年六月十六号晚上十点。 从广州开往重庆的幺三幺九次特快列车即将到达茂名的时候，全国铁路公安专门针对通缉要犯的“铁拳行动”最后一次行动开始了。亡命天涯九个月之久的黄佳宁，没能逃过铁路警察的火眼金睛。黄佳宁。 在跳车逃跑的时候摔成重伤，被广东铁路公安擒获，并且从他身上搜出五个不同的身份证和十多张储蓄卡。六月十八号上午，泸州公安接到广东肇庆铁路公安处的查询电话。当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梁小军带领专,专案组火速赶往肇庆，连夜突审黄佳宁。黄佳宁对绑架、杀人、勒索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那么，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从二零零零年三月开始，黄佳宁就预谋着策划绑架袁思涛的事儿，并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获取赎金，黄佳宁利用唐义贵的身份证，先后在宜宾、重庆、隆昌等地银行开户。 为打勒索电话不暴露身份，专门在重庆购买了一张渝州型手机卡，这个是不用实名登记的。为作案之后能很快带走人质，九月二十号在成都市益达汽车租赁公司以自己的身份证登记租用了一辆红色奥拓车。为了藏匿人质，九月二十三号就到隆昌实验桥租房。为了便于作案，盗窃了渝 C 幺零四二零的车牌 并且呢，换在了自己租来的这辆奥拓车上。他呢，为了寻找绑架帮凶，于是就来到卡拉 OK 厅，想着跟饶某、周某，就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卡拉 OK 厅的呃服务小姐啊，让他们帮忙。但是人家呢拒绝了。他呀，又以五千块钱在江阳区一个发廊之内，诱骗一名发廊女，帮助他实施了绑架计划。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一号上午七点五十五分，黄佳宁将袁思涛骗上车之后，用领带把袁思涛捆绑住，就运往隆昌，并且在高速路上三次用手机向袁柱国勒索巨额赎金。其实啊，这个堂堂的前银行的副主任，犯下的罪恶不止这一件，他还交代了。 他曾经在泸州、厦门等地犯下了爆炸、放火、抢劫等罪行，以及准备在武汉火车站实施纵火。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号，四川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绑架罪、放火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决定对黄佳宁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这儿。 泸州绑架撕票案就为您讲述完了。连续两天讲述绑架案件，其实呢就是想给大伙提一个醒：第一个，为人父母啊，要更加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之中，一定要灌输安全教育。像这起案件里面。 袁思涛看到，哦，这一个是跟我爸爸认识的叔叔，于是就轻信了他，就上了车，从而一命呜呼。一定要教会孩子不要轻信他人。呃，现在很多家长啊，因为忙于工作啊，也为了让孩子这个早日的独立啊，上学放学自己去吧，啊，也没人接送。往往在这时候，一些不法分子就瞅准了这个机会。 再忙再累，孩子看好了啊！千万不要造成这种悔恨一生的后果。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儿，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